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吴界。今天呢，要继续来实况分享同乐瓦力欧制造。那故事模式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哦。我们现在这两个过完，上面好像还有两三个区域哦。我们今天来看可以过多少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哦咦哦咦的爆炮啊，飞碟吗？哇哦哇，搞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搞错了，对不起。奥布伦，哦不容，想要侵略地球的外星人，在地球上住了很久，非常了解地球的文化。哦，原来是外国人啊。奥布伦会射出光线吸收下方的东西，全部吸收。那怎么办？哦，好哦，好哦，他只能朝下攻击。有点微妙哦，这个脏污完全吸不起来呢。不解决掉游戏臭虫的话，好像就不会消失哦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不会让自己的关卡遭到侵略的。外星人也会做游戏，我们这次18伏特一定要吧。然后它都是往下的哦。我觉得麦克也蛮好用的，就是选麦克，然后再来这个德利伯。哈基米马修，哈喽，哎呦，要来侵略地球了！沙漠，哈，这个人面狮身好可爱、啊。主曲城市，老婆婆也被吸走了。哎、欸，摩爱像，为什么只有一个是金色的？华利欧的家，他没兴趣，被嫌弃了。华利欧的家，哎呦，那个不是化石吗？动森的化石，用收集到的东西来玩吗？好。来吧，取出相同的，取出相同的。谁知道啊？除掉树枝，除掉树枝，这样子吗？让水流下去，让水流下去，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太好了，这个我有理解到。时间敲响它。哦哦，哎，刚才有成功是不是？点燃它，点燃它。哎，麦克好用哎，取得平衡。这样子吧。嘿嘿。让火熄灭，哎、欸，你这个尿尿不够强哦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膀胱够力，敲响它。哦，好累哦。移开它，移开谁？出现的是哪一个？出现的好像是这个吧。还好有看到，弹奏他。有成功就是、啊、好。照亮那个人，照亮哪个人？好，前进。哦，这个也有点累哎。
还好时间有够。看清楚，看清楚，什么东西？找出来，找出来，这里吗？这个忍者有点逊了，挖出一个。哦，到头目关卡了，还蛮简单的嘛，对不对？还是我已经习惯这个游戏了。我要做什么？啊？让他通过。让他通过，让谁通过？这样子吗？No！给我坚持住，通过。有了吧？哦，也要让车子通过。好哦。原来如此，所以我只要控制这个东西，让船跟车子都可以通过就好。应该不会突然有车子过来吧？来，赶快过，赶快过。好，应该不会有这种同时出现了。你这个鸟在干嘛？怎么那么重？它不会给我突然飞走吧？哦，这鸟，不要吓人哦！这鸟，你可以让一下吗？最后一辆。坚持住就可以了。过了，耶！哇，好漂亮哦！简单，这个蛮简单的。噔，又除掉一个 bug 了。嘿，距离征服地球更加迈进一步了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来换左边这个艾希莉，她看起来蛮可爱的这个角色，希望能力也是一样可爱。这里怎么特别脏了？食物，骑扫把是魔法少女吗？是艾希莉耶。好厌世哦！现在在当见习魔女的女孩子，话不多，性格别扭，讨厌可爱的东西，食量很大。好哦。这个好用哎，可以移动的18伏特啊。好用。这个墙，艾希莉不去。啊，现在不是说那种话的时候啦，姐。艾希莉好用可是有艾希莉的话，应该就先不用18伏特了嘛。像我们这次用库里凯特，然后呢，我觉得麦克好用，我想要再叫麦克出来。然后呢，奥布伦，始めましょう。来吧。鬼屋，在艾希莉住鬼屋吗？肚子饿了，两个人都肚子饿了，那谁煮饭呢？想要把它吃掉了。耶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小红魔要上喽！啊，他是魔人普物吗？直接把
敌人都变成食物。我喜欢这个角色。赞赞赞赞！来吧，避开。我这样有避开吧？一点不剩的吃掉，一点不剩的吃掉，哦，也只剩一点了。只留下糖果，只留下糖果，这样子吗？糖果是这样舔的吗？让东西掉出来，让东西掉出来。哦耶！速度加快，搅拌，搅拌，这样子吗？选对人了，逃出去。哦耶，可以。拿掉盐，香蕉。我刚差点把香给撞掉了。让苹果掉下来，哦，直接用吸的方便。让它吃下去，让它吃下去。耶，还好来得及。调整火的大小。哦，还好。速度要加快。保护点心。哈哈哈，这个脸。把异物拿掉。哦，还好。可我人在里面也算是一种异物吧。哦，太好了。坐到座位上。嘿，耶！头目关卡了。哎耶，一条命都没有损哎，超强。这个阵容果然厉害啊。我要干嘛？我要捡这些东西是不是？把葡萄摇下来。汁也不要溢出。这样子吗？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可以。好。哦，刚好，还有吗？这个有点太大颗哦，有没有小颗一点的？有，最后一瓶，糟糕，这一点。啊、哦，还好，呜，哎、欸，好完美哦，嗯，这是当然的啊，完美，太完美了，完美的过关了、啊，哎、欸，耶、yeah, ，又清干净了，艾希莉好用哎，我喜欢。好，又开了新的地方了。New 改编二，哦，看来又是这一区的综合咯，综合题目咯。那我们就来挑我觉得好用的那几个人。又是采矿车，快点搭上去吧。嗯，又有新同伴吗？总觉得有股不好的预感，我们要不要找别条路啊？谁啊？等一下，九福的，啊，是妈妈，妈妈怎么突然出现了？
可以说那种任性的话会让大家感到困扰哦。哇，生气过就觉得好想睡啊。吴瓦特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吴瓦特小姐到底怎么了哟？妈妈很擅长灵魂出窍哦，哈哈哈，是哦，哈哈哈哈哈，这什么特殊能力啊？吴瓦特，久福特的妈妈，虽然脾气很温柔，但生起气来超可怕，很会玩游戏哦。瓦特会瞬间移动到灵魂的位置，并对四周攻击，但不是所有位置都能瞬间移动过去。哇，好难操控的感觉哦。哇哦！哇哦！妈妈是零能力者。哇，这能力可以很强，然后也可以很烂，就看用的人怎么用。哦，我觉得我需要艾希莉、麦克，我还是要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来，德利伯好了。我喜欢这些会飞的。成功进球！成功进球！哦哦哦！撞这一下好大下哦！只留下糖果，只留下糖果。哦，有有有有！吹散它，嘿嘿，简单，应该不会出差错吧？除掉树枝，嘿，让它站起来，好，让我过，哦，还好还好 ，Go Go， 一点不剩的吃掉。哇，妈妈的攻击范围有够大的啊，速度加快啦，敲响它，我差点搞错，还好来得及，照耀它，耶，让苹果掉下来，嘿嘿，让他到达，哇，还好来得及，让火熄灭，又是这个尿尿小童，就是尿尿不要那么大力啊，糟糕，我推太上去了，仔细看，企鹅跟大麦丁，刚才没出现的是大熊猫。灯来，把异物拿掉。哎，推到草皮上。嘿，哎哈哈，妈妈好强哦，好强哦。过去对面。哦哦，用这个角色好简单哦。照亮那个人，来。挖出一个。麦克真的好用，好好用。进行锻炼。对。哦，头目关卡了，来吧。怎么又是这个？又要挤葡萄了，是不是？把葡萄摇下来。不要绳之，且不要溢出。喂，这有点难呢。原来这个蜜蜂会叮到人哦，可恶！那等一下要把蜜蜂给炸掉才行啊。多了一只碍事的蜜蜂啊！
应该有吧，最后一瓶了。溢出来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溢出来了？我刚没有注意看呢。啊，我用太多汁了，是不是？原来如此，好。把葡萄摇下来。好，我现在才。千万不要溢出。糟糕糟糕，溢太多了。这样没事，最好不要去乱炸葡萄哎。嘿，这样有了吧？好。这样。最后一瓶，这一次应该可以，因为我这次终于理解这个游戏怎么玩了。哦，还好，没有溢出来。耶，我觉得玩到后面越来越顺了，对不对？耶。这样看起来就只剩两块地方哎，耶！乌瓦特妈妈好强哦，乌瓦特，最后了吧？噔！哦，瓦利欧天马行空，这感觉就 BOSS 关啊！我们已经到最后了吗？这里就是本大爷制作最后关卡，哎，真的是最后一关了，这里比之前关卡还要脏啊！哇啊！哇，大 bug 是不是？哦！啊！他占领我的游戏啦！快阻止那家伙！看起来和之前都不一样，要小心一点哟。好哦。哦，可以选五个人，那我要把我的精英都叫上来了。麦克、古瓦特、奥布伦、艾利西，然后德利伯。好，我觉得最强的阵容了。哦，哎，怎么又是你们？啊，坏掉了。哦，哇，大 bug！ 噔噔，哦，哇，好哦，我们得要拯救一下。哇，瓦利欧被 bug 吃掉了，咦，变得好恶心哦！觉得还蛮有任天堂最终 BOSS 的 feel 哦，玩弥陀邦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哦。来了，让全部倒下，让全部倒下，哦，好厉害哦，妈妈好厉害，拉动，拉动。哦。还好，来得及。胜出，捡到。哦，还好。避开。哦，在这边避开啊。开门。开门。哦。我刚没有搞清楚，让他拿到卡吧。哦，不是这样的，糟糕，我搞错意思了，寻找鼻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妈妈好用啊！只留下瓦利欧，哈哈哈哈哈！直接夹掉，回家。
回家。耶、yeah, 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运过去，运过去。哦，还好。打倒敌人。打倒敌人。哦，还好在艾希里。让它破掉。让它破掉。哎，它就在我眼前了。马上就破掉。解开丝带。解开丝带。哦，耶耶耶！拿走钻石。拿走钻石。哎哎。哎、欸，不小心就拿走了，我没有搞清楚状况，不小心就拿走了。让他站住，让他站住。哦，原来只要让他保持平衡就好，不要被压扁。哦耶、yeah ！选择，选择，在空中飞的是这个。哦，原来用压的，吓死我！避开，避开。哦、oh! ，保护保护，保护保护！哇，我自己先被烧死，可恶！让犯人掉下来！呼！啊 ，boss 了没？撕下来！哦、oh, ，还好还好！哦、oh, ，头目关了！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我目光刚好是这一只，跟上去，好，那我就直接飞喽。会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毒气吗？糟糕！哇，糟糕，有石头，应该要小心这些石头。哦，然后呢？这里是什么？一张脸。马桶，这是马桶。避开，避开！马桶会喷出什么吗？哦哦，好。哎，还好最后一关是这个。抓住他！抓住，抓住谁？哦，还真的顺利的抓住了。哎、欸，所以破关画面是救一个马桶吗？这样就没了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们救出了一个马桶，把洞堵住。哎、欸，脏东西掉出来了。哦，这样破关了吗？对。我们最后就只是救了一个马桶，然后就过关了吗？逮到你了！哦耶！哦耶！慢慢恢复了哟。那这孩子该怎么办呢？父母就让那家伙留下来吧，毕竟本大爷的关卡也稍微变得有趣点了嘛。哈哈，哔哔，谢谢你们，留了一个 bug。大家有没有因为 bug 让游戏变好玩的经验呢？我是蛮多的。嗯，这谁？我要转头过来是个白发玛丽哦。还有不是，我是这个游戏的掌控者，将你们吸进游戏里的就是我。纳尼？因为突然出现很多游戏臭虫，我处理不来，所以就请你们进来了。嗯哼，谢谢你们帮忙清理这些臭虫，走这里就可以回去喽。哦，耶，这样事情就告一段落了哟。随时欢迎你们再来玩。哇，棒棒棒棒！阿伟要回去喽，不过总觉得好像忘了什么。好像有一个老头，是不是没有跟着出来？总算能回来啦！但是，对啊，为什么臭虫会变多呢？
这么说来，这组游戏来大赚一笔啦！所以是瓦利欧一直复制他吗？嗯，怎么搞的？直接摔。难道说是因为那个大家在生气了？瓦利欧别跑，你怎么老是这样？哎，瓦利欧不是老板吗？哦，还少了几个人哦。对啊，我记得有一个老爷爷啊。哦，对啊，哦，三个。Yes， 快去救他们吧。有个麻烦的，就拿你们没办法。走吧。哎，所以他们现在可以自由的出入吗？哦，我算破关了，可是还有隐藏的关卡哦。哇，就在这里了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已经可以随时观赏了。哦，特色游戏已经开放了，所以就是所有模式都开了嘛。哦，下面这是什么？哦，又有一个新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好哦，混合好，那剩下的呢，我们就下一次再来玩吧。下次我们就来过这个，这只是看影片而已，是不是？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好，那就没问题。下次呢，我们就从下面的关卡来开始过，把剩下的三个人给救出来吧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来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